奇葩吉尼斯纪录下。英国少女丽莎·考特尼花费13年收集各种口袋妖怪玩具，最终以12113件口袋妖怪收藏品打破原吉尼斯纪录，成为新的口袋妖怪收藏者之王。美国厨师马修·米尼特斯基制作的肉丸打破世界纪录，成为全球最重的肉丸。制作完成后，他还振臂高呼：“成功了！”美国建筑师布兰恩伯格在44天的时间里，用218792张纸牌搭建出了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微缩模型，这相当于4051副扑克牌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外还是挺有耐心的。美国小伙乔沃尔花6年时间收集不同大小尺寸的橡皮圈，把它们绑在一起，完成了一个重达8200磅的橡皮球。德国路德维希堡的面包师制作了一个长1000米、重达7吨的姜饼。据统计，为了制作这个姜饼，面包师们一共用掉了1700公斤的蜂蜜、1700公斤的面粉、1000公斤的核桃、900公斤的榛果、550公升的牛奶以及158公升的樱桃烈酒。